이번에 멤버들이 전화한 거. 마지막 홀리. 这啥呀？太脏了。哎呀，我又接到这个了。拜拜。难怪死了。我操！什么来着？是你睡得跟死猪一样，不信你问他们。反正你们看到我素颜了，再等我化个妆吧。素颜要怎么了？素颜也好看啊。慢慢化，不急。啊！我的面膜皱了。来来来，给我来点，给我来啊！我也要，赶紧的。给你，给你啊！好，你放货架上就行了，谢谢啊。哎，你们谁点的外卖啊？没点啊。没人点外卖。我没有啊。我给你点了奶茶，晚点到。嘿，比不过，比不过啊！水乳呢？这还有顺序啊？嗯，这个是水，这个是乳，先涂水再涂乳，然后这个是精华，这个呢是水乳的小样。哦，怎么好记忆倒挺好的呀？手戴美瞳对眼睛不好。下次注意，下次注意。你的美着，谢谢。啊？还在画呀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这碗大啊！平时锻炼吗？啊，偶尔啊。看看看看，你在哪？啊？啊！哦。大的彪。打断。怎么样？不错，不错，不错啊！马上到了，启动几单元啊？你眼睛呢？我帮你吹吹。你眼睛了吗？我帮你吹吹。干嘛呀？他这么好看呀？风吹过我的头发。
东西还能贴在肩膀上吗？开始摘假眼珠子了啊！这身上没有一个是真的，我发现你。你现在特别像个美猴王，哎呀！有人生发液推荐。觉得自己很嫩呢，哎呦！那当然。今天给大家拍一个澄清师打地铁。大哥好，今天我帮你护个肤吧。要的。不要。
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打我对你的手不好，还是还你不要打我啊，滚啊。多看我几眼，一会儿我就要卸掉我的美貌了。为了让你们好好的体验一下我的沉浸式护肤呢，今天我保证不说话，说话就是猪。虽然明天往下摘一点，谢谢。哎，我不懂啊，最近为啥一直在敲敲敲这种？还有假发呢，这还有零件。哎，哎，我就问你自己，卸完妆你跟那个图搭吗？啊，假睫毛。假眼睛。哎，怎么回事？紧张，紧张，我在旁边紧张啊。这个眼睛一卸完绝对就是咔嚓就老了，看已经开始渐渐的变老了啊，底下没卸干净，现在还没有那么老啊，粉不垃圾东西，不不不好，这个应该要变老了，搓搓搓揉揉揉，哟，今天这个皮肤显得挺亮嘛，没有很黄，让自己开心啊，一个脸，看看脸，好，大家快看，现在是不是显得很老？赶紧遮一下自己黄黄的脸蛋。啊，对自己还很满意，还嗯，还有喝的呢，什么点呢？擦面膜了。哎呦，这手型啊，一看是借来的，没用过还。这个蓝色的我也没见过，啥时候你都啥时候整这些东西啊？不是我送你的那个面霜。啊！这怎么就涂嘴边上了？眼罩戴上了。
猪头睡了，我也该睡了。你女儿不在客厅看电视，肯定又动我的护肤品去了。看吧看吧，真拿你没办法。站累了，开始坐着玩了。自己把刘海夹起来，洗完脸敷一个初乳凝胶，再敷一个一次性面膜。用妈妈的导入仪吸收一下，用完皮肤棒棒哒，自己洗了一个脸，蓝光喷雾超舒服，最后用泡盒三件套补水。此时此刻已经困得不行了，我要去睡觉了，拜拜小鱼们。